今仔日要来煎这個，拄好去夜市买，随买随来甲煎。拄好走去斗南夜市买啦，迄赵又廷啊，嘉义赵又廷啊，哎，全盛海鲜啊，好来。即摆甲伊裂开。咱顶届，冇买啊。夏天的时候去啊，冇甲伊买一项。系啊，即项袂歹食。袂歹食，搁甲买啦。来弄种安尼，搁加酱。就这样酸酸甜甜的。手比较长的，哇！啊，我拄好拢用着迄种广角。这内底一包内底有两片。这一包内底两片尔。嘿啊。安尼等于一袋鱼糊啦，啊，搁内底虾蛮多，你看内底有红色，迄就是虾。这哪个一袋一片袋？为啥？先讲米粉尔。对啊，春卷尔。哦。好，安迄落啊。啊，要放安怎啊？我知。好。第二袋。两袋，真多安尼，袂当买其他事啊。来，咱用小火，用小火慢煎。多伊迄块加一块迄种春卷皮，先煞落去蒸。吓啊，先煞甲蒸蒸落啊，无迄块毋知要创啥。伊可能无拄好去用着。吓。哦，这要蒸偌久？几分钟吧，一边，几分钟都互伊恰恰。伊个料应该是算拢熟个啊，啊，就让伊烹就好啊。所以，安尼应该是算米粉。内底有鱼浆。鱼浆，搁有内底搁有一些虾肉，红色这些虾肉，啊，搁一挂葱啊，你看绿色有葱啊，这个就是敲一个敢浆类，啊，甲伊用春卷来甲伊裹起哩，啊，搁另外一边甲覆起，安尼，算一个饼安尼，啊，就甲冻起來。啊，这甲外口鱼浆虾饼，人迄种啥泰式料理啊？其实鱼浆虾饼是台湾发明的。这泰式料理是无鱼浆虾饼这个物件。是哦，啊，无为虾米咱逐摆去食？啊，这台湾。改良啊，进来台湾就改良啊。好，甲冰冰一下。安尼，这边甲这边安尼了就好啊。等下这边阁无到车，等下这边整好，这边甲回煎一下啊。哦。即摆互伊先，互伊定型尔。好，即摆咧用甲先准备酱，哦，这酱好食，酸酸甜甜，应该是甜的啦吼。有一点仔咸啦，有小可辣椒，佫是袂讲足咸的咸啦。有蓝柠檬，有点柠檬的味道，很好吃。要柠檬的味道，小可酸酸啦、啊。嗯，对啊，我记得酸酸甜甜啊，一点点辣辣，但是不是这种。对啊，啊，所以这种的就是哪像迄种，你爱食迄泰式料理无？泰国人迄毋是拢较酸。嗯，差不多。哇，你看，水吧，直接等下就用色啦。小花臭味大，臭味大安尼啦。这不是臭味大，这叫做黄金煎成黄金，臭味大是乌。哦，这还袂乌，啊，这袂乌的啦。嘿，就是这边乌，啊，这袂乌，这安尼同切，就脆脆的。嗯。诶，啊，唔免甲饲哦变哦，可以变较大块啊。唔免啊，这无多啊，啊，伊个春卷皮就安尼啊，你要怎啊饲哦变，伊要变啊变大块。啊，但是你拄啊下落，甲真来看下，敢若。有变较大吼，变大好无？我感觉生了变较大些，小可。跟你颜色较深吧。哦，好啊，两变金黄啊，差不多一个。啊，有色吗？内底有色吗？本来就色个啊，我唔知讲过啊。哦。伊色个。好啊，等下去加刀加加的。这边，先一，先让伊安尼颜色安尼足水个。啊，再沾这酱料哦。真好食，好，来油沥干。哇，这足紧的，足简单的，伊内底料拢熟的啦，米粉嘛是熟的嘛。嗯。啊，就甲用个烧尔嘛。那是无做熟，伊嘛是蒸的，伊的热度嘛是会甲伊用个熟啊。嗯。好。这足简单的物件。嗯。月亮虾饼。嘿呀、啊，这买当来足简单诶啦，家己煮足简单诶啦。啊，要先加嘛，好啊，加加加会好啊。要一个加四分啦，咱家多四个人，而且两分就好。四分。
安尼较好。一块四分好啊啦。安尼较好入口。两分，四分都咧无够啊，搁两分。啊，同款，食着物件拢同吼。啊，食做一半，啊，毋是要成月亮。原底要叫伊加足八分的，一块加足八分的。安尼食济吗？慢慢仔煮啊。伤悬。好，这只第一只起开一万块，第二只开五千几块，第三只吧。第二只卖算啊，因为第二只起伊多了啊。买物件，该买几只虾啊？几只鱼啊？吓啊，迄抓多了啊，所以迄只卖算第二只。我唔敢第二抓，唔敢去带一万块去啊，因为带愈济袂值啦。啊，第二抓带五千就好啊，甲开掉的准入数啊。好，等下来啦。我你刚才迄条截图者，好来啊，迄险免。好，上菜。